多過10個啦，咁啊就問我喂，咁啊聽聞你好似即係封麥喎，咁啊當然冇呢一回事啊，我唔係封麥嚇，咪否則都唔會有今晚嘅最正分析。不過咁會有兩個節目咧，咁啊即係其實我都即係正式宣布就唔咁啊，暫時都唔會再做啊，咁啊睇下咁啊即係對方有冇改善啊，定係點啦嚇？咁啊邊兩個節目咁啊？由於呢啲啊即係唔係關於社會公共性嘅議題，我就留低啊講曬所有新聞之後啊，咁啊先講咁啊即係先再講我個人嗰啲事咁啊，同大家去即係交代。好，好，另外咁啊有網友話今朝大肥節目講我，咁啊大肥晏晝都咁啊打咗電話俾我，咁啊向我即係即係問候下啦，咁啊好啦。咁啊冇，就冇乜嘢嘅。咁啊有啲網民唔知咧，即係有啲網友可能誤會咗啊。咁啊就話我係咪會封麥？咁啊唔係封麥。咁啊尋晚我都係有即係少少牢騷，其實想講好耐好耐，其實我節目都講過。咁啊因為最近啊嘛，再咁啊即係都不得，即係唉揦住個心好耐啊嘛，都真係佢要講下啦。咁啊大家會發覺最近咁啊我都冇再同 Lucy 喺看中國佢做節目，冇同呢個嘅即係 Lina。喺希望之星粵語頻道咁啊做節目，我係唔做呢兩個節目，即係譬如啊同曾姐都有繼續有做啊，咁啊喺香港望神州咁啊嗰邊都繼續做啊，咁啊點解咁啊唔做咧？因為嗱，首先我對佢哋兩個係朋友嚟嘅，佢兩個好人，好平易近人，無可真絕對係嘅，對佢個人冇問題 ，OK 絕對冇問題，但係忍受唔到係即係太多啲唔專業啊，甚至可能去到有一個係咁啊啲限制我嘅言論。有網民喂，係咁啱得咁巧啊！袁爸爸又話唔同佢 Lucy 做，因為佢話佢啲片咁啊，俾人咁啊 cut 咗點啊！咁啊，我就唔知啊，即係咁啱得咁巧嘅。嗱，我要講下嗱，咁啊，基本上即係你知咪都好多佢節目咁啊，最正分析一年咁啊，七日都會做啦，咁啊，每晚少嘅咁啊，做個零鐘或者一粒鐘到啦嚇，咁啊，多嘅都兩粒零鐘，咁啊，要準備時間好耐。咁啊，啤梨晚報六點咁啊，做到八點幾，有時做到即係差唔多九點，咁啊都有唔少資料，咁啊要準備就俾阿啤梨嘅。咁啊，然後哇，後屘加埋圍爐，哇一三五，哇又係三點至差唔多五點，咁啊個零兩粒鐘啦嚇，咁啊又係都即係你知都要準備下啦嘛。咁啊，基本上係分身乏術，咁啊其中一日又要錄香港佢望神州，香港望佢望神州，咁啊即係錄完之後佢會係慢慢。咁啊，吸翻佢出嚟，斬開佢幾節，所以佢有時係會咁啊，比較攤到凍咗啲嘅。咁啊，然後譬如以前都比較定時幫下佢曾姐啊，又一個禮拜最少一次啊。咁啊，佢哋仲喺香港時候，我幫佢仲多啦。譬如去佢食嘢啊，去幫襯啲黃店啊。咁啊，曾姐佢劇場啊，咁啊，甚至後屘咁啊 ，Lucy 咁啊 ，Lina 又揾我，嗰時 Lina 走看中國。咁啊，後屘 Lina 喺看中國時候就 Lucy 啊，佢揾我，然後 Lina 去到希望之星嗰邊佢揾我，咁啊好多基本上，喂做到係點咧？啲健康其實你問我都覺得係完全唔夠休息，唔夠瞓。在健康都出現佢問題。喂，但係我係即係點樣講咧？但係就算人啲節目係冇收錢噶，一毫子都冇收，但係冇乜所謂，咁係即係你有需要，我咪幫你做咯嚇。係好認真走去做，我就係唔中意對方你揾得我，但你唔認真或者你唔專業，或者俾咗好多次機會講出 N 咁多次都係咁。就算大家老友你好人，我都有時某程度咁啊頂唔順。喂，譬如平時我點咧？依家做最正分析啦嚇，做完最正分析之後，如果第二朝係有譬如 Lucy 或者 Lina 嗰啲節目。甚至曾姐嗰啲節目，我係會即刻嗱，你知通常我做完最陣分析一至五啦嚇，咁你知啤你晚報之後咁啊，然後就即係翻屋企就準備最陣分析啲料，做完最陣分析我先食飯佢沖涼，每日佢都如是，即係食飯嘅時候都係即係沖完涼先食飯啦，一點幾或者兩點零鬆啲噶啦。但如果第二日係會有咁啊 Lina 或者 Lucy 節目喺食飯沖涼之前，我係會睇埋譬如我做最陣分析都長啊嘛，有啲咩新嘅新聞。然後，咁啊，你知你嗰啲一個禮拜一次啊嘛，會總結翻呢個禮拜有邊啲新聞我覺得值得講嘅。然後係會逐單新聞順次序 send 會講嘅資料啦、新聞來源啦，甚至有啲咩圖，譬如第一單新聞咁啊講走數嘅，跟住 send 咗五張圖，下邊打個一字，即係表示頭目一。第二條即係新聞咁啊要講呢個美國嘅示威嘅，有新啲新聞佢連結，有新啲圖，然後下邊打個二字。第三個新聞可能講咁啊呢個即係烏克蘭俄羅斯嘅。又 send 嗰啲咁嘅咁啊，即係咁啊資料圖咁樣三，跟住四五六七八九十咁佢等等，咁啊方便佢哋去做嘢，即係等咁啊佢要問我嘢嘅時候，咁啊或者同佢有對答嘅時候，可以跟住我啲資料啦，可以跟翻呢個佢次序啦，出圖嘅佢時候可以跟翻啲圖噶嘛，佢唔會出到亂啦啊，咁啊甚至係咩尤其是即係佢哋
有一個共點，寫啲標題，我唔知佢寫乜撚嘢啦。我成日標題第一句就最撚重要，要最將最吸引到人嗰個話題擺第一句，最簡單，因為通常一出就出第一句嘅啫。撳落去，咁啊，即係先係咁啊，即係先會睇曬成個完整標題。我諗對要求唔係好高，因為佢啲標題會係點咧？係成集文字擺曬落去，係冇標點符號，亦都係冇咁啊，即係或者逐條逐條標題係分翻開喎，係可以三條標題、四條標題黐埋一齊喎，幾行嘅喎。但嗰啲我都知道，可能你哋習慣咗咁，即等於你睇 Facebook 人哋寫一大段係完全咁啊，咁啊，可能得個空格啊，冇標點符號啊，冇分段啊，又係睇到死人嘅。乜我對啲標題類似係咁，但都唔緊要。有時冇冇啦，好無聊喎。可能第一句就哈，講起都發火啊。然後冇講正題，佢咩喎？或者後屘先講正題。我話咁樣嚟一睇，大佬都唔知你想乜，就自然唔會睇噶啦。我話你咁樣係會嘥曬我嘅咁啊心血噶。所以我後屘好長時間，重點咧會寫埋嗱，我會講呢十二單新聞，呢四單新聞應該寫落標題度，幫你作埋個標題。封面圖你知得一兩間，但一兩單新聞啫。封面圖一兩單新聞嗰句嘢應該點樣寫？嗱，你自己有少少變，你嘅事但唔好變得差，係要方便到佢做嘢做到咁噶啦。喂，你即係都已經算係仁至義盡啦，我做義工嚟嘅。你知唔知要咁樣用翻一個禮拜新聞做篩選，然後分翻次序，用次序 send 資料分隔埋，等你做嘢做好啲，俾埋你個題標題，俾埋封面圖，係用我幾多時間？係做唔做陣温室未沖涼未食飯，用多最少粒零兩粒鐘。我都自己希望，就算我義務幫你個節目會做得好啲，好簡單嘅係咪啊？但點知去到，就算最後一次都係咁嘅，尤其是 Lucy 嗰邊出圖，我次次屌你出圖亂撚曬，我 friend 係每次擺好曬次序都係亂嘅，亂曬，係持續一兩年都係咁嘅情況。是亂晒，我突然間佢出一扎圖，之後點點邊度啊？話呢個嗱第三行第三張係你撳落去啦。我呢個第十第十呢欄早少少，呢欄佢最多。誒唔好咁快全都未講到嗰度，慢慢嚟，慢慢嚟。咁啊呢啲我已經有啲怒氣啦。然後到標題，我寫埋標題俾你，點解啲標題都變到哈啊發火了咁樣？點解都仲係咁嘅咧？咁後屘 Lucy 有幾次同我講，下次我啲標題或者封面圖俾你睇咗先啦。如果標題俾我睇咗先 ，OK 冇問題。我但有時佢都唔係漏咗冇俾我睇，咁我又費事，哎呀都要遮遮住。喂，你未俾我睇唔會咁啊。封面圖又係啊。睇小陣都唔得，我嗰有時後台去做嘢，佢我做翻。咁我都話，去到上一次又係噶嘛，因為你知朝頭早多咗一單新聞，好似係講地震。嗱，我話地震嗰個嗰句擺最後，擺最後，因為我主要係講香港新聞。跟住我睇翻地震嗰句，佢擺咗最前。我真係，我想寫明係擺最後了，點解連睇嗰啲 message 都係咁唔認真嘅咧？到依家咁唔專業，已經冇話好多時其實佢同其他嘉賓做都係。佢追問啲問題係好撚差，完全唔專業或者發感動嗰啲都算啦。可能因為我知道本身佢哋新聞觸覺，即使做咗好多年，佢哋唔係咁強嘅。嗱，真姐比佢哋強好多，但唔想攞嚟佢比較啊。我知道佢哋唔係咁強，因為佢哋好人，真係大家朋友。咁啊，我想同阿 Lucy 講，咁啊，我依家真唔得啦，我哋咁啊，第一我要健康嘅問題，我唔想再不如我多少時間去休息，我已經係心灰意冷，好即係成幾年都係咁，有時。話完之後，下禮拜好啲，但係再後禮拜都古大復民。咁啊，即係出到啲圖都係一次好，因為嗰次就唔係 Lucy 負責出個後圖負責出。咁啊，呢個我已經俾盡機會啦。嗱，我唔係話即係同你個人有啲咩完全冇。咁但係你話做節目，我係真係有追求嘅。我節目唔係做得好，但係希望有啲基本嘢大家配合到啊。好啦，然後有一次我嬲，嗰排我都冇做。原本我喺看中國一個禮拜做一次個節目，後屘 Lucy 話可唔可以幫多啲？我好一個禮拜做兩次。好似初星期六啫，後屘就星期四、星期六，後屘加到三次添。我想再做多啲得一四六，你知唔知一四六咁樣做係好辛苦，但唔緊要，我幫人，或者都啊想即係咁啊，大家咁啊睇下咁啊，佢林安正講嘢，接觸一啲唔同嘅觀眾一四六。但後屘我真係分身都分唔掂啊，真係唔得啦。後屘三次減翻兩次，兩次減翻一次，咁啊減翻得啦。逢星期六晏晝12:30同 Lucy 做，逢星期日晏晝12:30咁啊就同 Lina 做，咁啊冇問題啦。咁啊！但系我同 Lucy 講，喂，咁啊！但系你成日咁啊，即系同你其他嘉賓咁啊，佢做節目，大家有對答，我節目冇喎。我話唔得噶，我唔想我節目去到看中國都變咗最陣分析喎。我想同你係有啲對答，咁啊會好啲喎。咁啊，佢話啊係啊係啊。咁啊，但系一兩次真話唔得啊！香港晏晝12:30時間，佢喺美國嗰邊搞嘢啦，唔得啊！佢好攰啊，辛苦啊。甚至有時，哎呀，我依家今日我冇化妝。我唔上鏡啦，唔出鏡啦，我話得唔出鏡好算啦，我已經退而求其次，你就出把聲啦。所以有時你見到係黑色啊，有 Lucy 個細細個張相，值得佢把聲。有時就係咁嘅，笑一兩笑過幾次我好興，
臨開節目半個鐘頭之前，因為我可能有啲新嘅資料補充俾佢咩？即係嗰朝新聞，佢話我今日好攰啦，我都係唔出鏡。我頭幾次都 OK， 最尾一次我話咁不如唔好做啦。你估我唔攰啊？喂，我逢星期六，其實我平時星期六咧朝早咧去踢波或者去練波啦，我就因為要為咗你節目早啲起身，連踢波都唔踢。喂，原來我晚晚做到咗凌晨，然後飯都未食，糧都未樽都同你搞掂個節目，先幫你排好曬個資料。你試下問阿亨利，問阿蘇豪啊！我哋以前做爆破地嘅時候，我係幫你全部排曬資料，或者同一行試題你打嗰時同你做俾你問報，係所知道我排係做節目係一定要去到咁認真。啲資料嗰啲嘢次序係唔可以，即係我想唔到節目唔好混亂，唔好有 dead air。然後你話俾我聽你攰，即係我唔會攰嘅。你嘅時間係時間，我嘅時間唔係時間。但我都算，我再就你。嗱，我話啊嘛，你其他時間基本上我冇啦。一至五你睇下，咁又要做圍爐，咁啊當時喺大紀元啦嚇，未搬出嚟啦，啤梨漫步一至七最正分析。咁你都有時候我陪屋企人佢都要啊，即係睇下戲佢都要啦。我最多星期六星期日我去咗一晚街。嗱，我十一點之後我做最起碼十點鐘同你做一個鐘頭。但佢話十點鐘時候星期六星期日有其他嘉賓，我話咁冇計噶啦。啊，不過佢啊咁啊唔得唔得，我可以同啲嘉賓調嘅。我話唔使勉強啦，佢唔怕啦，我同你調嘅。咁啊咁啊同啲嘉賓啊嘛，即係可以商討嘅。後屘佢話佢調到星期六夜晚佢十點，咁啊好啦，咁啊做咗一晚。到第二個佢星期，我 send 頭佢俾佢，咁啊自動佢自覺噶啦。哦，佢話唔好意思喎，十點個時間係有人噶喎。哇！你上個禮拜唔係調咗咯咩？我因為九點咩十一點啊，我十一點要做個節目，九點我唔得喎，唔通我真係即係完全出去連做下 gym 都唔做，再要早啲，不都唔緊要。呢個禮拜我就九點，我就九點，但下個禮拜唔得噶啦。咁我話你唔係同我上個禮拜同我講，同個嘉賓調咗，佢話係啊，但調就調一個星期噶啦。我上個禮拜你咪同我講調一個星期咯，你話調咗之後係即係大家以後就係咁噶喎。咁我話好，咁都算。嗱，我從來都星期六即係晏晝十二點半係要求要調嗰個係你，唔係我。你話會同啲人調時間，我都話唔使，但你都話會係得嗰個又係你。依家最尾你同我最尾講嘅講法唔同，我覺得好唔尊重，好敏感噶。當時話嗰排我唔同你做，大家結果嗰排好多個，嗰排我就冇同 Lucy 做。但後屘 Lucy 加排話康正，你可唔可以多位同我做啊？我話得，冇問題。不過咁啦嚇，咁啊都係要星期六到嗰個佢時間噶啦，早啲啦，十一點幾啦嚇，我再早啲起身啦，基本上唔夠瞓。點知做咗幾個星期，佢話。喂，有呢個時間咧，我哋要開會啊！哦，即係你哋咁啊，你哋公司要開會，即係你一定個個禮拜都要開啊！哦，最好啦，哦，即係又要調啦，係咪啊？咁我話咁啦，不如咁啦，嗱，咁啊，星期六日我得嘅時間你又唔得啦，不如咁，如果嗰日，譬如係咪我啤你漫步啊，或者即係同最正分析有一段佢嘅時間。我早啲做曬最正分析資料同你做啦嚇，有時咁啊，我會早少少，佢通知你可能一日咁樣啦，咁啊通知你我嗰日得啦，因為我都唔知啊嘛啲時間。哦，佢 OK 冇問題，所以你覺得有時咧，變咗近排喺看中國做節目咧，就唔係固定嘅時間啦，係即係咁啊即係有時啊咁啊嗰日得咁啊佢就得啦。但去到幾時我都係再忍唔住就最上一次最上一次咯。喂，我話個標題擺喺最尾嗰一句，你同我擺最前。誒，再之前嗰禮拜有個張圖又出現咗佢問題，再之前禮拜有標題，跟住又出圖，仲未得，再錯撚曬嘅。咁啊，再加埋另外一啲小原因，但係嗰啲同埋咁啊小原因，我話真係唔得啦，嚇，唔好意思啦，我真係我健康已經唔得，咁啊健康問題同埋即係時間啊頂唔順啦，我嗱同你冇嘢嘅 ，Lucy 冇嘢，不過看中國，我唔夠班做啊，我配合唔到你啊。我唔夠班做，係我問題 ，OK， 我問題。然後 Lina 嗰、那個咁啊都係，嗱 Lina 出圖啊嗰啲咁啊就好啲嘅。嗱同你冇嘢嘅 ，Lucy 冇嘢，不過看中國，我唔夠班做啊，我配合唔到你啊，我唔夠班做，係我問題 ，OK， 我問題。然後 Lina 嗰、那個咁啊都係，嗱 Lina 出圖啊嗰啲咁啊就好啲嘅，封面圖啊，標題都好啲嘢，雖然又係冇標點符號啊，對分隔啊，咁啊，嗱，我唔理其他，即係佢哋嗰啲嘉賓主持對佢哋嘅批評啦，我就講我啦，因為我唔知佢哋其他之間係點合作啊嘛，佢算好啲嘅，但係有時我都話喂，因為唔使下下
咁啊，黨觀眾留言咁啊，譬如大家留言，我知有時佢讀啲無留言，喂嗰啲又激親我，然後我屌咁啊，有啲人又話我做咩喺度鬧，又冇意思啊。咁啊，有時一啲係唔關主題事，咁啊，我唔似拜哥咁嘅。咁啊，拜哥話咁啊，當阿 Lina 要讀其他嗰啲觀眾留言話唔關主題啲，咁啊唔講啦。咁啊，我話喂 Lina 真係咁啊，唔好再出啦，因為我話你唔係咁識揀邊啲留言去讀，同埋有時咧你撳咗之後，你慢慢佢讀出嚟。你都不是看了先，然後先按個留言出來是不同的，即是你按了留言才慢慢讀，而留言可能有些無缺缺留言來的，可能浪費了這些時間，或者你的節目不暢順的。去到上一次又是，沒有讀到來，到之前你為什麼還可以笑，原來他不是說我，是在說阿 Lina， 但是搞我那天我又慶，後來 Lina 才說其實呢是 他說我，那 我說那 你整個留言出來，你給我叫我去回應是什麼意思呢？又搞我怒氣是不是？咁就得落呢一兩星期唔同你做住，因為太多次係咁，講個 N 咁多次。好啦，然後咁啊，佢再問我，咁啊，我終於諗到一日，我答佢啦，都係唔得啦。佢話有啲我都接受唔到，同埋第二樣我接受唔到咧，就即係之前咪講區議會佢選舉，我每逢講到民主黨，即係佢哋都話即係有意向參加區議會佢選舉，包括興姐啊嗰啲都係咁樣講。阿 Lina 第一時間砸斷我，打斷我，我都識阿興姐點點點，我即刻知我發脾氣喺，唔知打定一再發脾氣。喂，你認識阿興姐？喂，但民主黨呢啲事，喂，大家有目共睹，大家都好多人批評佢。喂，去到今時今日，主要對呢啲選舉制度，你仲奢望？喂，以前啲民主黨成日俾人批評過啦，但唔緊要，過咗2019年之後，大家好多嘢咁啊，抹過盡身體。但去到今日都你話你卡又好，點都好，唔係真係你仲諗住你有佢講好多嘢，然後同我講翻啲原因，佢點解即係會咁樣打斷我、砸斷我？即係尋日咁啊，佢都冇，因為佢同劉慶 friend， 因為劉慶都有幫佢做節目啊嘛。跟住我話：嗱，你同劉慧卿 friend， 即係你低潮時候，興姐有支持你，你低潮時候我都有佢支持你啊，甚至有幫你發聲添啊，係咪？喂，我話我冇要求你嗰時加埋一齊去評論喎，你咪俾我繼續去佢評論咯，即係正等於，譬如拜哥、泰哥有時佢會對啊，可能佢以前做過嘅網台有批評，或者其他網台有批評，我未必中意呢啲，但我未必會參與，但我唔會阻止佢哋嘅，因為我都要尊重我嘅拍檔。尊重其他主持啊嘛，即係譬如有時俾你，有時揀一啲即係新聞，哇，使唔使講到咁啊咁鹹濕咁變態？我最多俾啲反應彈你啦嚇，即係有咩事咁啊？但係有時咁我又唔會阻止啊嘛。但我慶就係、是、你可以反駁翻我對呢劉慧卿或者民主黨話要參加區議會選舉嘅批評或者言論，但你唔可以因為你同佢 friend 就砸斷我、打斷我或者嘗試唔俾我講，係兩樣嘢嚟喎。喂，這個你限制我的評論，如果你說你評論不要犯國安法，不要怎樣令到他台他中招，這些我明白。喂，但這些都是那些公共的事務啊，你純粹因為他是朋友，你沒有其他原因，我就很慶，再說不行，這樣完全不專業，說根本上你這樣就連主持都不適合做。喂，是講貧黨的，喂，如果 Day One 我知道原來是不講得劉慧卿民主黨的，我就一集跟這些節目都不會做，即使大家是朋友，因為我就不能夠容許係咁樣，你話驚犯法都算係限制言論嘅。如果低分我知道，我係唔會做噶。喂，嘥我曬我啲時間。喂，尋晚都睇到回覆興到我，我話不建議你，你都係唔好做主持，其實你唔適合。然後佢建議翻我，你曬少諗阿梁真嘅節目批評抨擊劉慧卿，佢哋會點？我話你而家挑釁我啊！我話你估阿梁真節目其他節目冇批評過佢民主黨啦，即係批評政府、批評好多嘢、批評講區議會選舉、批評民協，乜都話佢想佢參加。人哋係唔會打斷我言論，阻止我講，係得你嘅啫。你唔專業唔等於其他人專業。嗱，我唔係即係話我嬲撚到不得了，陣間想打過你，再屌撚陣，後屘都刪除翻。嗱，你係好人，係 friend， 平易近人，絕對係嘅，唔係針對個人。但你俾我呢啲咁嘅解釋，去到依家仲覺得係冇問題。佢話除非我講下啊，咁啊就得個嘉賓，我係冇咁啊，即係唔喺度嘅，你就可以。否則我不可以這樣，即是被人這樣去講劉慧卿啊、民主黨啊，而原因是純粹你和你朋友的，這些是不是很不專業啊？你平時其他不專業那些我都已經即覺得很離譜了。喂，這樣做去限制言論，喂，我覺得這個真是很難接受，去到今時今日這一刻我都還在慶緊的。喂，這簡直不知所謂，我要收貨，如果我要真的要屌，我要十倍的退更加資，因為真的離譜到這樣不得了。不可以這樣，即是我不是要求專業。喂，但我跟你做節目，我真的
出盡心機 put 心腳撲命走去做。咁啊，佢話呢排都會爭取翻啲居馬費，咁啊叫我俾啲 pay me 佢，我都冇俾，因為我其實我唔係錢。OK， 即係我唔係為咗錢，係為咗即係純粹去幫你。同埋我唔知你話啲居馬費啲錢係你自己揞啊，定係公司俾？公司俾 OK， 但只人我真係又唔想。喂，就算做其他節目，我係咪用心去做？其實觀眾係有眼睇嘅。乜而呢下嘅回應真係嬲到我咧？佢係連續幾下嘅回應都繼續堅持，因為佢唔係 win fan， 所以佢咁樣做係冇問題。先唔好話你揾得我嚟做嘉賓主持，係咪應該有基本嘅尊重？我會講呢個題目，我亦都係之前嗰晚 send 咗佢俾你啊嘛。你可以做節目之前，你話不如唔好講呢個題目，同我商討下都仲 OK。而唔係愛到做緊節目講嘅時候，你就打斷我，然後就你識劉慧卿，你識劉慧卿大曬啊？喂，劉慧卿，不如話民主黨買香港都未講咗十幾年噶啦。嗰時都話佢冇腰骨，佢呢啲乜有時對佢批評唔係無的放矢。不過2019年之後好多事大家都算啦，有好多嘢。但至於你話參加區議會嗰啲，我哋覺得喂唔使咁啊嘛。其實都唔係點樣好大力去屌啊，即係話唔好咁啦，留翻啲尊嚴俾你自己啦。啊，同埋即係何必同佢玩呢個咁嘅爛遊戲、爛制度？唔係五年前、十年前啊，即係等於連民主派連你哋都要一齊總辭啦，係嘛？喂，而我對佢批評，我唔係對，因為佢哋唔係政府，佢係退休，即係繼續安排咁啊。佢講嘢唔係有咩公權力，我都好留守噶啦，大家聽得出嘅。喂，但係。你 Lina， 你俾我嘅回應反應係完全咁樣，都係好唔尊重、好唔專業咯。唔尊重佢都算，但唔專業我就好難去接受，因為我就好認真同你做，因為純粹大家係朋友。你又好 ，Lucy 就係其他啲以前話喺即係泰國揾到佢大紀元，竟然佢香港，甚至阿 Sherry 佢哋揾到香港，佢往神州，咁啊同埋曾姐等等。喺每個節目，我都一定係俾盡心機嘅，真係嘅。我唔想你咁兒戲，唔係一次半次，好多次都係咁嘅。我話其實有幾次都係咁。如果佢尋晚同我嘅回應，肯定留話呀，我會留意，我下次唔會咁啦。其實我尋晚我都即刻會心軟，你知我嘅人啊，咁啊，你知道問題所在得啦，咁啊，大家下次唔好啦。但你同我死拗死撐，甚至挑翻我機，話我建議你試下喺小林或者梁真節目抨擊劉慧卿，睇佢哋會點？喂，呢句咩意思啊？喂，如果我講，雖然佢哋唔會，如果我喺其他，譬如阿曾姐節目，我講到明，即係其中一個話題係會講嚟民主黨參加區議會啊、民協啊，對嗰啲，你係因為純粹同佢哋 friend 而要即刻閘住我講，唔俾我講，我事後都一樣係會退頭，即係同你講翻咁樣，我係唔接受唔到嘅。不過大家朋友先開心，佢見成講，但人哋冇，而呢個係最辣欠我嘅，係最辣欠我啦。咁你咩意思咧？要試下，喂，我就如果就算佢哋會好似你咁，咁又點？唔係，就算好似你咁又點？唔係，我會屌咯，就係、是、我唔會即係當然開始唔會公開屌，係會私下同你講，你咁樣。但如果你都就係死都認為咁樣冇問題嘅，係激到我扎扎跳，然後啲人話：咦，又以為我係即係咁啊封麥啦，或者係有啲人都奇怪點解我咁耐冇同佢做節目，咁我先要公開交代。我唔知道大家接唔接受咁啊，我呢、這個嘅理由，或者你都覺得其實我即係都係咁啊太易上心，激得滯。咁啊，如果係咁，請大家佢原諒我嚇、啊。所以去到最後，我總結就係、是。第一，我同佢哋都做朋友，佢哋本身個人係冇問題，絕對冇問題。但係做節目，講真係我唔夠班同佢做，我未夠資格同佢做，配合唔到佢哋啊！係我完全配合唔到啊！幾年啦，佢已經係幾年，真係唔得啊！即係咁啊，同埋即係都係咁啊，義工嚟嘅啫。咁啊，義工咁有時就會有出入噶啦，係咪？咁啊，希望即係佢哋都會明白啊！咁我又冇去到咁死嘅，即係有一日佢哋會改善，唔使改善曬，改善到七八成，我都會好開心噶啦。但係都未得佢之前，我唔想我自己勞氣。唔係我真係你諗下，我幫 Lucy 做咪犧牲埋我自己踢波嘅時間、出街或者陪屋企人嘅時間、休息嘅佢嘅時間，同你 Lina 佢都係。我唔係話即係我嘅付出一定要有啲咩回報，
但我 只希望你找得我，我有咁大付出，你都最少會有基本的尊重和專業，咁就係咁簡單。我做節目唔係叻，亦都唔覺得好聽，但我做節目是百分百俾心機嘅，因為我知道我本身講嘢唔叻，有時講嘢都唔清楚，我唔俾心機，唔將藤補拙，咁啊，即係只要係浪費咗大家時間去聽我節目，可能到依家可能佢都係，但希望浪費程度唔好咁高嘅。同樣道理，我其他台做節目，我都係想係咁，唔想太浪費太多，同埋有啲去到有啲原則嘅問題。點解純粹因為貧黨呢啲你要集住我唔俾講，然後你事後都仲係覺得到，依家都覺得你冇問題嘅。咁我就真係冇嘢好講啦嚇。咁啊，咁啊，做呢啲事就係咁啦，同佢哋個人無關，唔係針對個人，佢個人係 OK 絕對好嘅。但我即係喺節目方面，我自己其實都係會有要求嚇。咁啊，只不過可能就係我真係配合唔到佢哋，唔夠班幫佢做節目，咁啊就係咁啦嚇。好，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大家啊收聽。咁啊，頭先都有睇即係咁啊，阿仙奴啦嚇，咁啊，3-2贏熱刺啊，咁啊都。